积分不讲，积分都不讲，要不要早上要三四十六，这不收摊，你看我收摊了吗？这个大小挺适合我，相当适合，相当适合啊，相当。大哥看出来我手短了，买不着的老锤子、这个挺得劲儿啊，干活行，相当好。我跟你讲，我整那玩意儿你就不用合计，20行吗？哎，我微信给你，可以，微信可以。赶上好时候，就得收摊来买嘛。行，走了，大哥。再见。你就放我里面事儿。还行，跟我的尺寸挺匹配。不对，这拿着有点尴尬呀，我得管大哥要个袋儿去。这个没法整啊。大哥，能给个袋儿不？我这么拿着走有点不太好啊。我真没有袋儿，袋儿我真不差你个袋儿，真的。啥袋儿都行，方便带的，捡一个也行。我那儿有一个。哎呀，这一大堆，我这盒里我都，别别买人，怎么的，什么都有。哎呀，真的。能挡就行，这咋拿？这好袋儿我给你捡去，破袋儿我真买不起。一个袋儿都没有了？没有，我有，我穿。哎呦我天哪！你说我能差那个袋儿吗？那倒是，那是是那我揣兜吧。揣兜吧，行吗？行，好了啊。稳妥。哇，这个怎么卖呀？2800。2800。这个到时候我要不说你啊，我连上雷子，这多少年了？1915年，清末的。嗯，挺帅的。这锤子，你跨度太浅。哎呀，有点尴尬。你给家不？过来。这，给个大哥吓一跳，给我。